好，这是台中的烟火。另外，这个台北101的烟火呢，这次请到了法国技师跨海指导，动用的工作人员将近50人。那么今天就开始装烟火了，团队很有信心。这个架设方式呢，跟过往不一样，它可以缩短施工的时间，也可以避免烟雾影响到烟火的呈现。101烟火是跨年晚会重头戏，今年请到法国团队来指导，也有特别规划。101大楼今年的跨年烟火宣称不会有任何的烟雾，秘密武器就是这个烟火发射台。从34楼开始，一直到101楼，总计2600多组的发射台大幅取代了旧式鹰架。法国团队分析，5年来101大楼的风向也是重要关键。用那个螺杆直接锁在上面，所以它很简单，它过来的时候就是4颗螺杆就可以了。转角用那样的架子去搭，它是传统的架子在这样搭。先将烟火角度调整好，再加上电脑远端控制，赶在30号之前赶着最后5天的装置。101大楼有信心，今年的烟火秀要让参加跨年晚会的民众更加惊喜。中天新闻余若薇、胡家珍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